公元745年的一天，一个想法在唐玄宗李隆基头脑中形成了。他说：“孝者德之本，希望诸皇子和民间子弟都能勤学精读孔子的孝经，明白在家要孝敬父母，在朝廷要尽忠皇帝，同辈之间要和睦相处的道理。”便亲笔为其作序，以隶书抄写后，诏令宰相李林甫、李其古等人将其镌刻上石。唐玄宗认为，孝子是一个国家稳定的社会基础，把它作为了自己的治国的首选方针。他将这部宣扬儒家经典刊刻上石，并专门为其修建了一座御碑亭，以加深人们对这些文字的尊重。即便这样，玄宗仍感不足，故将其又置于三层石台之上，以示它超越本身的文化政治价值。石台孝经由此得名。风流天子唐玄宗擅长书法，这块碑刻用笔丰腴华丽，大气磅礴，结构庄严恢宏，堪称唐代隶书中的佼佼者。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更古老的岁月。1100多年前的唐长安，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文化中心。但当时，经书只能通过反复抄写来复制，难免笔误。久而久之，以讹传讹，内容将相差甚远。唐朝皇帝便计划将12部儒家经典凿刻上石，作为经学范本。乐石走下了为皇权服务的神台，踏进了文化传播的寻常百姓家。总共160卷65余万字的巨大凿刻量，在当时看来简直是异想天开。而首先将100多方青石材料从陕西富平运到西安，就更加难以想象。但唐太宗明白，这个工程一旦完成，将利益不知道多少代的子孙。鉴于最初的设想，他毅然下诏，由宰相、政坛与国子监牵头，开始了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时间一晃，就是整整60年。宇文宗开成2年，这凿石114方，228面。共计65余万字，囊括有《论语》《诗经》《大学》等全部儒家经典的石刻典籍，终于完成，被历史上称为“开成石经”。它不仅在当时对统一经文、发展教育起到重要作用，还是历史上七次石刻经典保存下来的一部最为完整的石经，史料价值极高，被誉为世界上最厚、最重、最大的书籍。随着唐王朝的灭亡，多年的战乱，大量的石碑遗失荒野，颠沛辗转之后被保护，开成石经和石台孝经，诸多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于公元1078年将上述2部重要的经碑
安置在南城墙脚下的三学街孔府上，而这个时间正好在北宋1044至1102年三次兴学之间。由于这三次兴学不仅将文庙、府学与碑林并存，结束了有庙无学、有学无庙的状态，还大兴土木重建文庙和学府，最终使地方官学达到鼎盛，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就。自此，后来的各朝各代都在不同时期对碑林和文庙进行过整修，一直到民国，也就是1938年，记载重修事宜的碑石已经多达37方。而上述由于三次兴学使碑林长久的留下，在京兆府重建府学记等碑上有详细的记载，所以我们将这石台孝经和开城石经比作磁石，正是由于他们的文化魅力和在历史上拥有的成就，在随后的几百年中不断吸引了更多的石碑向他们聚拢，最终形成了这宏大的碑林。一块石碑可以传承文明，也可以为一个曾经遗失在历史深处的王国找回昔日的踪影。这块1000多字的碑又记录了基督教的一个支派景教传入中国的往事。碑文上说，公元635年，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从波斯来到长安，唐太宗特许他建造景教寺院，景教因此在唐朝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段历史在史书中根本没有提到，发现石碑前人们也根本不知道基督教早在唐朝就在中国流传。这就是位于第二陈列室内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记载的珍贵史料。碑记载着文和字，作为汉字书写艺术的书法也得益于西安碑林，有了很好的传承。书法艺术在盛唐发展到达巅峰，能写一手好字被看作一个人良好修养的基础。唐贞观19年2月6日清晨，玄奘法师在弘福寺刚翻译完他从印度取回的心经，唐太宗还为他撰写了一篇序文。当时非常欣赏书圣王羲之书法的太宗皇帝，希望能收集到已故王羲之的书法笔记，将其拼凑成此序刻于碑上以垂永久。这项工作很偶然地交给了寺中的和尚怀仁，于是寻找王羲之的真迹成了怀仁生活里最主要的内容。大量的文字通过征集找出，有的花重金去买，实在少见的字则用偏旁部首来重新组合。20多年过去了，这块集王圣教序终于面世。由于王羲之的真迹无存，碑林以石刻的形式保存了下来，集王圣教序也被后人称作千金碑。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借此得以在中华大地传承普及。
除此之外，碑林还留下了众多书法家的作品。欧阳询早年书写的《黄甫诞碑》，用笔紧密内敛，体现了唐初瘦锦书风所特有的笔法特点。褚遂良的这块《大唐三藏圣教序碑》被誉为笔势如铁华银钩，他的书法流畅多姿，气势刚健。楷书第一人的颜真卿，其楷书风格平稳端庄，透着盛唐气息。颜氏家庙碑是颜真卿晚年大作，是颜体成熟的代表，达到了炉火纯青、返璞归真的境界。这个是颜真卿的颜心，然后对比到后面的生的柳公权的柳火。这个是柳公权在64岁的时候，当时一个安国寺的上。在唐代辈出的名家中，而世人常说颜金柳骨，颜真卿之后的柳公权也是楷书大家，其书法严谨浑厚，笔势挺拔遒劲。这块唐玄宗密塔碑为柳公权晚年所书。因为有了这些石碑，前人这些精美绝伦的书法才得以保存下来。汉字书写这种特有的线条造型艺术，用线条让文字赋予形态、精神与品质的艺术，才有后人在中华大地上发扬广大枝繁叶茂。千年过去，西安碑林经历代征集和精心保护，使其库存达到10000余方，展出碑石增加至4000余方。虽然这个数字还远不到历史总量的3%，但它沉淀的千年记忆，却被世人立体地呈现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由此，西安碑林在今天就更加显得弥足珍贵。